霸总穿秋衣啊，那是啊，霸总没有卷，霸总也得穿秋衣啊，那霸总不穿秋衣他也冷啊。你看短剧什么时候都想戴眼镜，我觉得你没戴眼镜更帅。那就是我说嘛，今天我说有的家人喜欢我戴眼镜，你要觉得看着习惯，有的家人不喜欢戴眼镜，说是短剧没什么戴眼镜，装饰。我看吗？我看一下可以吗？不然我觉得戴上比较帅。有的人反正觉得戴上好看，有人觉得不戴好看。喷了没？然后完了之后，有的人觉得背头好看，有的人觉得三七分好看。这现在算背头还是？对，纯背头吗？这也算三七分的背头，三七背头，没有那么背，纯背。对，现我觉得现在这个造型就是最帅的造型，家人们，最帅。最后一天了，老师怎么办？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是吧？谢谢浅夏良心送的粉丝灯牌，感谢。就喜欢这个脑门是吧？就喜欢这个脑门上。习惯了，穿啥都行。盲盒吧总，对，搞好哪天。以后圆寸来拍戏，不想分开呀。谢谢谢谢，哎呀，下部戏再见呗，老师啊，咱就说。雨花石，谢谢雨花石送的大啤酒，好，那映客，都要映客的，行，求求你，算我求你，这个还可以再加一点，想拍谢谢谢谢，欢迎加入我们的小星辰的粉丝团，感谢板寸可以试试，我留个板寸圆寸啊，给你看看，给你看看，哎。那下面一楼是北厅，这应该之前没人给你。下面一楼是北厅吗？老师，还行还行，给你们看看啊！谢谢瑶瑶送的做我的猫，感谢啊！没人给你们看过吧？哇，这是什么礼物？谢谢甘梅送的荣耀之石，感谢感谢感谢甘梅。2.3万哦！感谢甘梅，我给你看呀、啊，什么原寸？你们之前应该没人看过吧？我看看啊，找找啊。给你往后加。没有没有，就这样。王总一定要尝尝。菊满堂的金菊，吃对嗓子好。好的好的，那叫你再下去吧。菊满堂是吧 ？OK， 谢谢关注，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哦，感谢家人们的关注哦。感谢旁边的是谁？旁边是我们剧里面的老师丢丢老师，给大家看看。谢谢关注，谢谢关注，谢谢。你有多少粉丝呀，老师？我4万多。这么。老师，我就很，就很，只是很正常，很正常。这么多粉丝，还是不要不要。我闺蜜粉丝挺多的，一直都没有人。这个事儿，我下去了。有点工作，那他能不能让他叫我，我在校区？我给你发信息。我给你找一下，原车那个时间有点长啊，稍微等一下，家人们，我看看。但是我看完了，老师。啊，我还得那边去呢。哪边去？哦，你拼了今天。就是那42组嘛，哦对对，42组现在不停的催我啊！谢谢关注，最近营业涨了一波粉，是，哎，怎么突然1200？为什么？哇，好厉害！谢谢，恭喜你升级，为什么突然1200人啊？刚400人，在哪里进粉？嗯，我翻了个原寸的照片，为什么突然涨了这么多人呢？1300了，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是不是哪个好心人给我买流量了？啊，真的假的？嗯，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推流了是吧？啊，推流了，不是500吗？怎么一下1300了？东西说实，找男朋友不要找直播间的，没有安全感。家人们啊，家人们看一次啊，原寸啊，看一次啊，看一次啊，我没给别人看。看一眼。我好帅鼠了！哎呀，老师，你别这样，就是你别这样太假了，太假了。不是，真的很帅，真的很帅。让我惊讶一下，真的很帅，操，太帅了！哎呀，老师，老师，别嚷人，别嚷人，别嚷人。你真的，你真的这个，你原寸，真的很帅，真的很帅。当然，这时候很年轻啊，那时候就是20刚出头，20刚出头。哎，老师，别，这时候。老师方便加个绿泡泡吗？说啥？加个绿泡泡。我们叫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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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骚我吗？为啥我突然发了个照片，突然说这么多？骚我吗？几个人啊？1300哇！不是我说你们两个是几个人？两个人，什么？我们两个是？就是这吗？是有一张。妈，我把它送给你了。送衣服。谁在这里？发个消息给我呀！嗨，这是我们女主老师。嗨，这是我们女主老师，陆仁二老师。对，刚刚那张照片。微
对，是吧？没开呀。哦 ，OK OK OK。感谢感谢家人们，感谢家人们，感谢家人们，感谢感谢。对，难道是你的微信？什么是我家的？那是我做幕后吧，可能平台听见我要发那个原寸的照片，给我推流了。这么多人进来的宝石点点关注。就我那时候真留原寸，然后那时候我给大家说过，我这胡茬嘛，啊，特别多。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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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关注，感谢小新成分的关注，感谢感谢。情感管理一下，然后再。感谢感谢大家。绿泡泡，对，可以加。结果我发现我有王老师的微信，对我很好笑。感谢家人们，感谢家人们，感谢家人们，谢谢谢谢谢谢回忆送的你最好看，感谢，是不是要表扬我提板寸？是，刚刚是有人提板寸的吗？就是他提的喽，是吧？就是他提的喽。对，我真啊，对你说你留板寸吧，我啊，他提的。不，让他把我头封了。然后鞋子，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就想起来，对，我有原寸这个事儿。是有人提了是吧？哎，但是我是不知道我在给大家翻照片，为什么从400个人突然涨1200人啊？这个还觉得挺……我已经发群里了。感谢感谢感谢大家支持，感谢。这个烟掉不到。对，刚才那个小朋友是演，就是我闺女的嘛。然后完了之后呢？哦，像年轻时的梁朝伟，真的耶。老师，你别这样，真的，就是演我闺女嘛。然后完了之后，但是就是我那天想拍她，然后家人们给我提醒，就是好像不让小朋友出镜嘛，是吧？不是好像，那确实。下次见，拜拜。感谢感谢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感谢小心心，感谢你和于龙谁帅？于龙是我啊，我小老婆，我没让他给我排的，他也很帅。我太累了，谢谢木子送的你最好看，感谢木子。23月底前再接。你喜欢我旁边的美女是吧？丢丢老师开呢。2月前肯定还要再开2部，他给我说的。他有我小老婆。25号反正要开。啊，对呀、啊。那个。对对对，我就说我到时候进那个厅。哦。平台推流就是多播一会儿，留住啊，留住。我感觉我一直在。感谢感谢感谢露丝的粉丝灯牌。这样病的话，容易引起免疫系统问题。谢谢流连忘返的捏捏小脸，丢丢好漂亮，丢丢老师。啊。丢丢老师。怎么了？丢丢老师，这就是我这部剧里面演盲星。我看不清我的脸，为什么？因为你的字太多了，因为你的这个评论太多，大家。这就是我这部剧里面眼盲星瞎的对象，大家可以。眼盲星瞎是他，我非常清楚，我就是一个非常对，丢丢老师好漂亮，那必须啊。谢谢大家。就是我就主要骗他而已，骗不过去了就东拉西扯。对，各种骗我，你知道吧？各种骗我，我从这个。这不能剧透了吗？剧透了是吧？剧透了。总之就是啊，我非常坏了，家人们，到时候不要骂我噻。到时候家人们就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是。对，现实生活里面是个非常好的人。其实就是剧情需要非常绿茶而已。女二拿全集剧本，对啊，她开了上帝视角啊，然后把我跟女一骗了团团转。谢谢慧云送的人气票，感谢感谢。何止呀！谢谢关注，谢谢关注，谢谢家人关注。是我之前，你知道我之前跟阿泰，你知道吗？演反派 CP， 就我是女反一，她是男反一，然后大家评论里就骂说，就是这两个贱人，就骂我俩，说太太太坏了吧，太太他俩欺负男主，你干啥呀？家人们在剧里面无法自拔，你知道吧？就跟当时那容嬷嬷一样，给气死了，给家人们气死，家人们又是这两个贱人。快给我笑死他！太给我截图。一般都是骂眼盲心瞎的那位，对，眼盲骂你说你真是眼盲心瞎的，在那儿夹头发呢，啊，我们就是属于让他骂眼盲心瞎的组合，就是因为他我变得眼盲心瞎，然后被夹头发的那个人说你真是眼盲心瞎。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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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欢迎大家，谢谢乔涵宝贝的大啤酒，感谢感谢。骂的凶什么样？我老徐微信，谢谢谢谢。可以帮我把桌上手机拿过来吗？谢谢你。啊，感谢感谢感谢大家关注啊！谢谢粉丝灯牌。看剧得骂王卓，那沈南州把我骂成啥了？说沈南州，你怎么能这样对马乐姐？马老师那么可爱，马老师看起来那么破碎，你怎么还能掐着他脖子对他那么狠？那我的妈呀！那沈南州把我骂成啥了？太过分了！我看了沈南州，我气得睡不着觉，我气得心口疼。
啊，你怎么能这样子骂？你怎么能这样子虐马老师？家人们，咱说实话啊，沈南州那一步就那还没发挥到特别好。那沈南州，那说实话，当时你问问马老师，剧组里面谁最照顾他？咱说实话，问问马老师。马老师，马乐姐你知道吗？哦，真的。啊，对对对，啊，对乐乐嘛，嗯。哦，我现在就在拍了，没有啊，没有血好像。家人们说，我看沈南州，我睡不着，我心口疼。乐乐是不闲的，对，原来都是在。对对对。但是那时候沈南州感觉，未来我一定会接一个比沈南州很虐的剧，咱就是说，而且当时那个状态是才从文职转到演员这一块，就因为两三年没拍了，所以那个节奏不是很好。现在这个节奏，我有一天一定要找一个比沈南州很虐的剧。你身边是不是演白莲花？咱怎么能说丢丢老师是白莲？就是这个绿茶。我不白莲花。性格真好。我白不了。性格真好。白不了，但就是。咱就说，等下次。我问问姐，你怎么会这样对我呢？明白了，都怪他，都是他的问题。没问题。咱就是说啊。家人们，下回相约一起骂啊！能不能改个名儿，老师？我觉得文景叫，你可以后叫这个名字。我特别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合你，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你看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你们刚才说霸总，你为什么看不清楚绿茶？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你们不是天天让我戴眼镜吗？这人一近视，他们不是可不就看不清楚绿茶了吗？别提了，是不是放你们，你们也看不懂。我可绿茶了啊！不会吧？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我怎么可能是坏人？一定不是你，我知道，都是有人。就是现在就去。你相信我就好，没关系，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好。再这样，不会乖的，不要抛弃我。咱就是说啊，咱就是说，等我再接一个，让大家，就比如说啊。相约一起骂我的剧，我会给大家提前说的。你看个小熊，我看上一个小熊。如果说我下回再接一个让大家就是相约在一起比沈南州还恐怖的那种剧，我会，咱就是说妥妥一个期待吧。真的，咱们就是说妥妥一个期待。我说实话，我真的想接一部特别特别虐。看过《间谍过家家》吗？很虐吗？这个名字看起来不像很虐的名字。是很好看的人设剧，就是那种史密斯夫妇那种人设，就是双方都。我本来接了个这剧，那种剧，当时呢，那个女老师没档期，然后那个剧给掉了，我特别想演这种，就史密斯夫妇那种感觉。对，男主是《间谍过家家》里面男主是间谍，女主是杀手，然后剧好看。我之前都说过，我一定要玩一把大的。沈南州在我的心里面，说实话。如果这是一瓶水，不虐在这儿，虐已经淤出来了。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沈南州在我心里的地位啊。说实话，为什么我说没到那块儿？因为演沈南州的时候，跟导演一个是当时没沟通好，二一个呢，当时从文职转到做演员的时候，那个状态没有特别的好。不会吧，哥哥，沈南州才是你心中的第一位吗？那我算什么？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很重要，很重要。沈南州在这儿，说实话啊，沈南州只在这儿。我一定要接一个在这儿，我一定要接一个在这儿。沈南州才在这儿，对，就在这儿。傅文景在哪儿啊？傅文景在哪儿？傅文景一般般，其实。傅文景其实也在这儿，其实也还好啊，就比沈南州低一级。但是你家人们，请记住这个水平，记住他。截个图记住他，有一天我接到这儿的这个剧，我会给你们说的。谢谢燕子送的棒棒糖，我会给你们说的。我一定要给大家家人们玩把大的。你演那个都是高冷总裁，刘正啊，刘正，谢谢送的小心心，谢谢感谢关注，感谢关注。这到时候支持你放心，我到时候肯定在群里面说，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说了。
点关注，点关注，点了关注不迷路，感谢家人们关注啊。然后新剧呢，然后直播、啊、都会第一时间在那个群里说的。嗯，机长什么时候播？之前演了一部剧，跟赵西西演的叫《诱他情深》，前两天我跟导演已经看了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了。然后我觉得啊，年前会一定会能播的啊，这部剧就有点偏正剧的感觉了。感谢大家支持啊，谢谢鲜花。你放心，绝对让你，就是我提前先会给你们打好防御针，一定让你们心脏受得了。然后呢，我一定要在这个剧里面，咱们玩点不一样，咱别说什么老掐脖子，那都没意思。一定要玩点不一样。哪个？谁在看？有人买了咖啡。大哦，不是。不是。那你去旁边那个。如果没有人认领的话，可以给我。这边那个。感谢感谢家人们啊，感谢家人们。哦、嗯啊，女主扔出去。他这一套完了换了吧？啊、没有吗？没有了。扔他出去这个事儿，咱们就是说，是不是也一般呀，家人？是不是也一般呀，家人？你做个好人吧。我怎么没做好人呢？我做好人的时候，你说。一会儿的话，现在做个好人吗？我做个好人，我做过好多好大哥。你比如说，他是好人，只是看不起，只是有点瞎而已。我换他就是换那套白色西装。又到我了。一样，我们一起啊。到我们是一起的，是吧？对对对对啊。对。我们一起啊，宴会厅结束了，去看悠悠的夕阳。你穿的白色西装，我穿的这一套。我中间空了好几场啊。没有哎。演完了。行，他们演完了。家人们，我真演过好人。中间的叶宁安是不是好人？咱说实话，叶宁安。去换吧，我帮你驳回去。这个是哎，是哈。然后本来现在一千人，然后我播了一会儿，趁剩叶宁安是不是好人？我是好人，叶宁安我铁定是好人吧。就是那个谁，想不想我叫什么的那个？掐老婆脖子打老婆。今天是我变得松了。我不故意的，家人。不是，那今天我故意的。林秋就是紧的呀。对啊，段红也是不好人，是不是？石绿也是好人，是不是？段红也好。叶宁安怎么说？金燕里是不是好人？哎，我想这两个哪个？怎么能说我不是好人呢，家人们？谢谢二片送的热气球，感谢二片。对，金燕里顾影帝，嗯，把你挡住。你等于把哥哥封了，嗯。他们编辑吗？把哥哥等于封了。这个黄色。真的把我封了。行了，我去换衣服了。不用不用不用，就在。要关了吗？嗯，对。家人们，说声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先谢谢二票送的那个热气球啊！感谢感谢感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然后我们这个剧期待就是大家支持啊，感谢大家。然后最后说一下，当时我没面换。当，你的粉丝又去玩了。会封我的，会封我的。会吗？会，当然封。不露也不行吗？不露怎么换衣服？只是把外套脱了，换个外套。拉掉，拉掉。里面有换吗？不是，里面有换，对啊，要换黑衬衣。拜拜拜拜拜拜，感谢家人们的支持。然后如果我播，我会提前在粉丝群里面说谢谢谢，然后跟你说丢丢姐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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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照顾好你们，你们也照顾好，你们也照顾好自己，拜拜拜拜。拜拜，点点关注啊，拜拜。